吃个牛骨髓。上次果实是筋就有点硬，哎呀，绝了！妈笑了。撤骨髓。这个可不是鸡蛋糕，这是真正骨髓。牛骨髓。
包，六包，一包里面有两到三头的啊。我这袋里面是两头，看个头的大小，一般小个的话就三头，大的就两头。酸甜的，解腻。会有点太大，找不动。